2到1.5公尺，仓库里面啊，对，在仓库里面。在台湾，蛇是最常与人发生冲突的野生动物。我看一下眼睛蛇。我们都知道蛇其实很怕人，其实，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习性情况下，我们会非常害怕。蛇为何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？该如何正确看待它们的存在呢？9月7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导播出与蛇为邻。